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。近日，一则央视主持人马凡舒跳女团舞的视频意外走红于网络，彻底打破了网友们对央视主持人皆一本正经的印象。视频中，马凡舒身穿黄色元气套装，纤细的长腿实力吸睛，马凡舒和同伴们一起随着音乐舞动，动作轻盈可爱，引得一众网友高呼太漂亮了。还有人直言这身材脸蛋吊打某些女团了，直接出道吧。更有人调侃这下央视也掌握了流量密码。据悉，今年27岁的马凡舒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，是体育节目天下足球的主播。在马凡舒之前，央视记者王冰冰一直被认为是门面担当，如今马凡舒凭一段女团舞出圈，引得众人直呼这颜值不输王冰冰呀。那么这两大美女大家更喜欢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